才刚拎发底线球直接发进来，李汉生这球吊得漂亮，给到金恩。对，这个单打也要小心一点。哦吼，金恩可能要赶快的找回他，知道原本是为了对付德古拉用的、哦。对，发现德古拉现在也只能先休息了，给到了金恩。尼克拉斯汀终于调整回来了，今天。哦，篮底下这边倒地了，金恩拿到。哦，连两颗三分球，至少让猎鹰现在还在这场比赛里。金恩，这个外线已经是这节第三颗了。哦，发球有点危险，差点又要被林敏胜偷走。金恩在篮底下，这是个二加一，恩多的打手犯规。被猎鹰追分之后，开启了一波猛攻，这波猛攻就很有战神他们自己想要看见的样子。哦，金恩打进，但这。